赵兰兰。嗯，这是我们读的学校。对呀、啊，是，这是我们的小学，叫做都兰小国小。国小，国小，国小就知道这个贝罗是台湾来的。哦，你知道吗？我最近考试考得很好哎、欸。真的吗？对呀、啊，我的华语考99分呢、欸。哇，鼓励！厉不厉害？掌声！回去以后，回去哦，成绩单出来，回去背答。为什么？妈妈说哦，怎么没有认真？差一分就100分了哦。哇，你的妈妈很凶啊！嗯，才差一分就计较。对啊，我的妈妈叫郑秀珍，你的妈妈叫王彩珠，对不对？哦，王彩没有，我们是一样的妈妈。哦，是一样的妈妈。狗狗，你的头发出来跟以前不一样哎。对啊。对啊。因为现在比较流行放假，老师不用说不用剪很多。对，那可以这样搓，这样搓，这样搓，这样擦皮肤。等一下。这是假发，不可以乱。啊、哦，不可以这样乱涂啊！我的头发很可爱，对不对？嗯，对呀、啊。你呢？你呢？你考试考几分？啊，我叫李佩芬哦，所以李佩芬不能考八分呀。是哦，对哦。听说你的英文很厉害、哦。哎，对不起，我叫多多，不叫李佩芬，忘记。听说你的英文极厉害的。买一粒小林的币啦，后跟弄你币啦。是哦，这样你英文考几分？英文啦、啊，哎呀，凑凑，差不多有85啦。啊。这样厉害哦，厉害的，这还是没有我厉害。你多少？零分。这样你比较聪明呐、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哦，我跟你几岁？我。对。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是哦。你要跟我讲你几岁，我才可以讲我几岁。我13啊。13岁，你卡模这样卡你13岁，而且还 QQ 哎、欸，卡模 QQ 公微博也有的。你去。哇，这个是谁？这个是校长。我的阿妈，谢谢。哇，这个背很好用。谢谢，差不多。哇，你什么？菜头贵啊！哇，你看这对话是菜头就对。菜头贵，弄到你是菜头，阿妈上我炒饭，我大家拢爱炒饭的。对。啊？米哦，米啊，什么米？哆来咪，叉咪啊，刚是叉啦，叉咪啦。他鬼也不在倒船。哦，啊，其实我跟我的狗狗，他长了几岁？13岁呀、啊。13，连我小他一点点哦，我11岁。是咯，你看他13岁，他卡毛这样长嘞，他荷尔蒙发育的太大了。对呀、啊。对，狗狗你的头发很美。真的哦。刚才有人讲叫诸葛亮。诸葛亮吗？就个人的本钱钱你要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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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良可好哦这个笨的笨的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学生哇阿公公你这个麦哪个边为什么你有阿公你跟我讲没有这个是因为放假很多人都去的话那个印度的手啊我要得读一下这个肚肚的就没有了就不见了没有不见你什么力量被卫生的好那我们、欸、要唱歌啦我们今天很久没有回来歌台我们就要唱歌给大家听是哦大家要听我们唱歌嘛我们今天的歌很久没读的哦这个头发留很久老师我们要唱比较困难的歌可以吗从我们唱一些我们从来他很肥啊我的狗狗肥你看那个衣服都穿不下了你看筋到这样了他说你去买一件新的啦我啊哎呀肥啊肥啦都要爆了那个巴登啦、啊、他讲我肥没有关系、啊、他自己老都没有讲他自己他老是一个本事咧我们不懂可不可以跟他一样老咧哦谢谢哇衰啊阿姨啊谢谢你啊你还有什么要送的一次过送到完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什么都可以送我们就是高音不可以送我们就是还有什么要送的吗你好谢谢还有什么要说啊啊 啊！我们先唱一首歌。好。对，等一下再跟大家。这样我们就来唱我们在歌台没有唱过的歌。对。取名叫做。狗狗，你看我的裙很长嘞、嗯。我的妈咪讲要裙长 ，Primary One 才可以穿到 Primary Six， 不用改，也不用换。你看，讲这样比较省钱。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妹妹一定是很乖的小朋友。因为如果没有乖的小朋友，自己都会偷偷的改，越改越短，越改越短。对，但是我买长一点，可以穿6年，结果我穿8年嘞。真的、哦？对，因为留班留2年。你好厉害。所以就穿到8年。哦，好，那我们现在先唱歌给大家听。好啊。啊，我们就来唱这首歌曲，曲名叫做《抓泥鳅》。抓泥鳅。请你来三。
帮你求。在你那，为什么呢？这样求不好看。哦。除非你可以真的抓一条出来，我看。校长很厉害，校长比我厉害嘞。为什么？因为我有小鸟的哥哥。不是，是小鸟的哥哥。哦，是小鸟，不是小鸟。不是，小鸟的哥哥是老鹰。哦，好好。校长。为什么他比你厉害？因为校长有小鸟。校长老了，不是小鸟。校长很厉害嘞，我每次都看他在遛鸟嘞。他早上。怎么，校长你可以发言？我有老鹰。那讲他有老鹰哈？他不是老鹰啊，我没。我每次小鸟叫小小，老鹰很大的。每次早上去学校，老鹰叫飞就空就我冲我冲，哪有？每次哦，校长哦，早上都有拿他的鸟出来哟，有拿鸟出来，就遛鸟哎。这样啊，他很爱护动物的。是这样是 OK 的。对啊，你看到他不是老鹰啊？那是什么？校长自己讲，每次哦去放牛的时候，校长那个老鹰都叫。一直流口水，一直流口水，又逼的哇，因为我都有偷看。为什么你偷看他徐徐？因为我们就站在那边呢、啊，然后校长就这样讲，奇怪，有没有乖，有没有长大？啊，我们就看他、啊、奇怪了，奇怪，校长的老鹰特别不一样。哇塞，对哦，厉害。校长，你的老鹰都会流口水，对不对？我们的老鹰不一样，我们老鹰哦，每次都吐口水，你都滴滴滴，你是滴口。讲什么？校长，哦，你可以发言，没有关系。哦，你讲错了，他不是去学校拿的，是晚上没有人才拿的。哇，校长说他的老鹰晚上才会出来的，这样厉害哦。这个校长怪怪的，没有足教书的，乱乱讲的。不知道呗。奇怪嘞，还有这种小鸟的声音，再放多一次。不要再放，我想上球了。听着心还会扭扭。唱好好，没有唱完。小牛，最后一句了，一二三。你今天没有认真，没有穿学校的服装，跑出来。什么？好，你不可以讲话，因为你讲话我们会冷场哈。等一下再给你讲哦。太有压力了，我有一些。
首，刚才我去学一个功课，新学的歌是，是我的同班同学Andy 他要听的，是我留班留两年 ，Andy 更够力，他留十年了，还在读，我都考不上了。看他，他从以前十年前流口水流到现在流十年哦，对，他还是考不上，没有毕业。而且老师说我们要相亲相爱，跟我们同学，所以我们要唱一些跟朋友有关系。对，他要把这首歌点给连天宫的所有的理事会好朋友。好，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朋友》，好不好？好吗？老师，给我一个很快的节奏，一二三四，嘿嘿嘿，我的朋友，哈，让我向你来问候，哈，好看，怕你的头啦，朋友，不是这首啦，哦，是朋友一生一起走，哦，我会唱，一二三四。